到这么多人，这人太多了。我们这说特地说下午四五点钟来，结果一看都跟煮饺子似的，人山人海的。由于这个上午和中午这个持续高温呢，今天下午四点钟左右，这个沙滩这个才达到这个客流量的这个高峰期啊，那么初步预计呢，那个今天的这个客流量，能达到这个13万人次左右。